我叫蓝慧云，来自于山西朔州，现在是高三地理老师，六三三班的班主任。我希望每个人都是学会发现生活里面的美，我希望给他们打开了这扇门，每个人都很用心的去挖掘地理课堂以外的一些东西。真正的地理就应该走出去。渡淮河，长江啊，长江，你好长啊！我终于带着我的军团来到了上海，不屈自坚，上海。